恭迎盛家，恭迎盛家！谢谢江夏哥嘞，今嘛很多是看到咱的这支厝牌，就知影讲哦，咱的林安成王盛家嘞，就要来到咱的邦大区王社吼。大家嘛邀请了咱所有乡亲之多哦，所有的贵宾以及嘞咱厝边头位，大家嘞陪同咱邦家。 哦，古江社，哦，咱的社长张群雄社长，以及咱浦江乡管理委员会，哦，咱的王明辉委员，率领的哦，咱所有哦，阿景、景来，哦，落下众神神灵的，在这恭喜花朵，来恭迎着咱孟家青山宫，临安祖王圣驾莅临，哦，咱今仔日第三天，今日条件舒服平安。 恭喜恭喜！咱们恭喜咱们中华红星会去去庆会，真是庆祝不平，哈！嘉宾安，谢谢。王家将八将团，来，请大家站到后边吼，站到后边，今晚来要来恭迎着咱八将团，哦，咱的新的八将解说将军，甲咱英雄同志，献家的您，亚洲胜利团，金牌团。 好，准备，再来，咱们来亚洲，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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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到秦南宫临安尊王驾前八将团，然后来接驾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
来非常感谢咱八中团哦，咱中爷吼献上着咱的这个姜黄饼，吼、哦、有着咱的这个哦啊酷工社哦，种植树林员代表吼、哦、来接驾吼、哦，来恭迎请驾，掌声欢迎。再次祝大家相处哦，咱的音乐同志，以及咱的所有的家属、将军啊、将爷，掌声鼓励。听讲咱今年咱的这个音乐同志吼，连续三天这小朋友，就好像六年级三天拢无换人，非常辛苦。给咱的音乐同志掌声鼓励。嘛，给咱的八将团、将技术人员吼，掌声鼓励吼。大家一步一脚印，陪着咱林安总统性格吼，啊，无咧替换的吼，啊，再一步一脚印的哦。所有工作人员，麻烦跟咱大情来一合吼。